请问里面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。哦，里面没有人。可是突然这个时候，大灰狼的鼻子不舒服了，他要干嘛？要找医生。请，他要打什么？快去。喷嚏。喷嚏。对，他鼻子受不了了。老师在干嘛？看着老师，轻轻的开水龙头，请坐。轻轻的开水龙头，搓搓手心，搓搓手背，纹蓝。